摇摆扫地拖把突破传统的拖把设计，并取得台湾、日本、中国、德国、美国的专利认证。V 字形的底板透过独特的联动机构，在拖把前进或后退时都能够产生摇摆运动，进而将毛发、灰尘、碎屑全部收集并集中在抹布底下，同时完成了拖地和扫地的动作。而干湿两用的设计，当装上除尘纸时，也能够透过相同的摇摆原理，把灰尘、毛发全部收集集中在除尘纸底下。这样清洁的效果，更是传统的各式拖把所没有办法达成的哦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一般市面上的拖把，并没有办法完全将地板上的毛发、灰尘、碎屑清扫干净，所以我们拖地的时候，往往都还要借助扫把跟吸尘器，才能彻底的把地板清洁干净。基于这种不便，所以我们设计了摇摆拖扫地拖把，它可以扫地、拖地同时完成。摇摆拖它独特的169度 V 字型底板设计，然后透过专利的联动机构，使它在拖把前进后退的时候，能够产生11度的仰角。这个11度仰角在前进后退的当中，可以把我们地板上的毛发、灰尘、碎屑，通通收集到我们的拖把底下，可以说是扫地拖地完成，让姐姐妹妹、婆婆妈妈做起家事来更轻松方便。